天才冲冲冲精华版。来，马上试试我们的谁是老鼠屎啊！哎呀，今天不得了了。今天是整团人一起来介绍，哪里不得了？整串都来了，整串，而且这一团人不得了了，不得了啊！个个都扬名立腕了啊，终于都是大腕了啊！终于造就咱们华视收视率的佳绩啊！是的啊，就要靠这些人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杨丞琳小姐。好，今天大家赶时间哈，我们大家好好聊，很快的介绍一遍。第二位王传一，啊，陈妍希。大帅哥，好，贺俊祥，贺俊祥，小姐，贺小美啊，贺小美，贺小美，小姐，最后面呢是一位很像外国人的感觉，又好像韩国人，我以为你讲外星人，不像台湾人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好像韩国人，许时豪先生。好，就是你跟小贤呢，我们不要抢，没加进来，你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你们好多了，真的哈，加进来。哎，你有没有很开心？终于你可以跟他一起，对，我也很开心。我还是想用语言跟你在一起，真的吗？我们用肢体，要用语言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的派出组织群代表，我们的奶奶，还有我们的贤贤，好，还有我们的奶奶，好，现在呢，全部人请向前站一大步，来，好，马上呢，各位争取我们的奖金，是，好不好？准备，第一题，我们要的是一致的答案，一样都一样的。Key 面是谁 ？Key 面啊 ，Key 面，你就先做好，先做示范，还是你吗？你了，示范一下了。我怕我做不好。你先练啊，你先练。我一定是老鼠屎。这个答案要一致的答案，请听 Key 面怎么说。有二十秒的时间可以讨论哦。二十秒，听 Key 面说什么？开始。什么啊？这个快点讲 ，Key 面快点讲。现在计时。我知道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讲医院，医院有没有？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急诊，急诊，急诊室 ，OK 室。好厉害啊！真的假的 ？OK， 真的假的？时间到了。对，现在都不可以讲话，请他们的耳罩。眼罩，耳机，耳罩，耳罩，眼睛。哎，往后做一个啊。对不起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谁是老鼠屎 ？Key Man 就是徐奶奶 ，Ready Go。好，我想呢，这一开始看这个，大家一定觉得怎么办啊？两只啊，不是两个啊，我们的运动他怎么样吗？这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呢，当他急性的心脏病发作，快发作，发作！这时候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来了，然后呢，将病人带到医院。这个时候医生就来了，快，护士小姐，快，又来了啊！这个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快，电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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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衣服打开，衣服打开，快，对对对对对，噔，噔，啊，有，好像有点呼吸了，有了，再强一点，再强一点。再强一点！他呼吸好多，哇，好快哦！他会笑嘞，会笑，太开了！醒醒啊！哇塞，这不能打开，快！我打。来哥，我们也想看啊！好，好，这什么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，而且你看，我们连线都有，所以这个是啊，电极用的电极器。哦，就是在急诊室里面用的心脏，对不对？尤其心脏的电极器，对对，这个应该讲就是说他已经昏迷的人，而且前面呢要先擦一些那种润滑的那种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先抹一抹。不是，可以，他那不是抹，直接抹在病人身上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电极器，好，就这个答案，恭喜 ，pass，yes， 怎么会过呢？这种答案大家怎么想得到吗？啊，急诊室里面东西这么多，来就位，哦。怎么了，这位小姐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，他怎么好意思？哇！他，你现在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吗？滴滴滴滴滴滴滴麦当滴。有！哎，喂喂喂喂，别睡觉，别睡觉，别睡觉！医生，拜托你一定要救救我妹妹！你妹妹她怎么了？你妹妹她怎么了？年纪轻轻的，你是忍心就让了她走吗？你赶快急救！好，急救！好，没问题，我来帮她。你演几个人啊你？哦，这个传奇 seven one。27 7 1 这是个频道是吧？啊，他说那个力量，棒数，这个女生要降救，要衣服要不要打开？嗯，哎呦，
不行，这样还不行，肯定要加重力的。41万，41万，41万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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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能是我，应该是我吧，我想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又可以重新展开我美好的人生。欢迎各位收看《急诊室的春天》。谢谢，谢谢。鼓励鼓励。所以这叫做电击棒。电击棒。电击器不能讲吗？没有啦，因为讲得很顺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。电击器，电击的，让这个心脏恢复功能的，是不是刺激心脏的东西？电击器，确不确定？恭喜，pass，对，请就位。恭喜，哇，这个还不容易耶，哦，要代表演哦。我觉得我们的 keyman 啊，其实给了很好的一个方向，所以呢，应该错误应该不太容易。杨丞琳，请就位。请等一下。我真的，有这么忙吗？我到现在没有。我这么像病人吗？快点，你躺下，谢谢。那你可以告诉大家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医院。医院是好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现在有一个男子重度昏迷，让开。3、2、1，不够，电力差一点。3、2、1，今天有红心了，所以你可以请。为什么都是我？你可以找爱丽丝啊，那么好的朋友。爱丽丝不行啊，穿裙子哎。还是爱丽丝？那是我的福利啊，你管我。所以说这是，他应该叫什么电击的东西啊？叫做电击的东西，这么长的名字吗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就是刺激心脏的那个。对啊。对不对？让他跳动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电击什么？我们 Keyman 扮演的非常好，基本上给你们大家方向是非常明确的。有没有可能你想错了呢？ 不可能，电急诊室里面没有别的像这样的东西吗？还是烫？不可能啊！烫床单的，对呀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急诊室的床单你不觉得都很漂亮吗？没有，我们拍戏的时候有用到它。所以它叫做电击棒。电击器。恭喜。 天才冲冲冲，金华版。来哦，范小美。哦，龙掉了。海妹，嗯，天哪！那个最近就是有一个枪击要犯嘛，还没抓到。然后那个据悉线报就是在华视门口出现，所以呢，你要演枪击要犯。然后我演，我演枪击要犯。对。啊，好，来吐，不要动。 不可！我没开枪，我没开枪，不可！把手举高，枪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还有没有要犯在附近？要犯在哪里？要犯在哪里？要犯的同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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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犯的同
急啊，警察不能乱开枪。倒地，倒地，完蛋，救护车，救护车，救护车。哇，哎呦，我回来了，没有呼吸啊。我怎么又回来了？没有呼吸啊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救命！警察叫救的，啊，叫救命。现在只有一个方法，一个方法就是拿熨斗，拿熨斗帮他烫衣服。其实烫衣服我觉得就是你很搞笑哎。一二三，咚！一二三，咚！一二三，咚！醒来了吗？啊，小美，
所以，不要再叫我回来了吧。所以这是什么？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急救的电击器，急救的电击器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急诊室里面一定有，急诊室里面一定有。有没有可能收到别的东西呢？不可能吗？难道你没有想过有别的东西可能吗？急诊室有这么多的仪器跟道具，为了挽救一个人的生命，你觉得不可能有别的道具吗？也有可能。何君翔，有可能。你是一个这么样帅气的男孩子，难道你不应该长点智慧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的 key man 徐乃麟先生，一天到晚进出医院的人，他会不知道？他应该是那个门把，大门的门把。大门的门把嘛？不是，是电击器。电击器，欢迎光临。这什么？再讲一遍。电击器。我还急诊室大门门把嘞。电击。哈哈哈最后一位啊。完了，完了，还好吗？好，不要想太多。许石豪先生，演出来哦。Kira， 他可以那个要演出来帮我吗？好，那你当那个。在这边，哎，你躺一下。没有没有，是助理。他是助理，我叫病人，是病人。你要什么止水钳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止水钳，止水钳，止血钳，太棒。我，你病好重。快点，医生，我这边有一个病人，他已经快没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次我不想下来，不要叫我起来，没有关系。他怎么了？他还好吗？他还好。那你先帮他人工呼吸好了。躺好。人工呼吸预备。快点。等一下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要开刀还是什么？没有人工呼吸啊，你帮人工呼吸，不错吧？醒来了没？没事，这样子真的昏迷，你是真的昏迷吗？不行吗？没办法，我那个来，我尽力，有关系吗？我哎，不是你躺好，不要，你要躺对护士干嘛？好，躺好。开刀啊！好，准备刀，刀刀刀这边。要很紧急吗？不用，还慢慢来，没关系，咱们时间还很多，好吧？哎，先生，哎，他快没气了。我被你压死！哎，活了，我活了。我想这个人如果往生的，不是被你电死，被压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个电击器。电击器，急诊室的电击器。对对对对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你的配合。当然，我们的 key man 解释得非常清楚。你是最后一位哦。你是最后一位，很有可能成为。如果你是老鼠屎的话，你们奖金是拿不到的。先往前站一大步。确定你的答案，这个叫做确定电击器。电击器，恭喜你 ，pass 了。这题太简单了，太简单，太简单了。得到，恭喜各位得到的50,000块钱，这算是你们的收视激励奖金，好不好？表示第二题，现在更换位置，请换 Keyman 来。弟弟表现还不错，好不好？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要 key man 好不好？ key man 很重要哦，各位。倩子，我们到后面去给他们表演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啊，男女交错来。飞叶来，你刚刚在前面嘛？你俩换位置。哦，这个难。好吧，你坐在这。是什么东西？一样的。来个最后一个。我最后。这一题我们要求的是不一样的答案，所以你们有30秒钟时间，多了10秒可以讨论。每个人要做的表演，请不要说出你的答案来，否则。可是要有提示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准备计时开始。我的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玩的，小朋友最喜欢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的是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，然后需要一个热量这样。我的是挂在头发上的装饰品。不是，这是一个乐器，乐器，一种舞蹈的道具。舞蹈道具，做一个运动，做上运动。你装一个啊，好，我都知道了，你们不要了解我。确定吗？我没有问题啊，4秒，我确定的，好，你们都对，我都知道你们讲的。哎呀，走，好，把我们的眼罩、耳机戴起来，好，准备 ，Key Man， 是我们的杨丞琳急救位，是，这题 Ready Go。哇，那个烟火
好笨。好，这个是仙女棒。仙女棒，可以吗？当然 OK。仙女棒，仙女棒有这么大的头吗？你没有玩过啊你！笑死你！甩掉。仙女棒 OK 吗？有。仙女棒是吧？恭喜。天才冲冲冲精华版，音乐太大声，他的太大声了。贺俊祥，这位，这是什么？请拿起来表演。Camera。我想他应该就是这个，那个天气很冷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在非常冷的一个就是地方，然后这个小女孩呢，就是她没有，就是她没有，就是她需要温暖，然后就是别人要给她温暖，结果她就到了一个。就是一个一户人家的门口，然后就跟你说，我想要吃便当，你给我便当，我肚子很饿。我们刚刚吃完了，该倒的都倒掉了。可是你看我穿那么少，又没有衣服，我要怎么办？我也只有这一件。我想这一根就是，等一下，这一根就是天气冷的时候，然后就是需要一根火柴棒。然后让他就是可以取暖。那个是火柴棒来的。火柴棒来了，这一根是火柴棒。对，只是比较大，可以点五分钟左右了。差不多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点一个火柴棒。嗯，还不错了。火柴棒。联想力很好。卖火柴的小女孩，点一根火柴，点燃她生命的希望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她恭喜。走。下一位。陈妍希小朋友，目前两位已经过关，来准备。我在古代，然后我在化妆，然后，请真的插入好，谢谢，有点难唱。我蛮感动你的看法。这个是，电脑是一个健康，对哦，它是一个发簪。发簪，对，就是古代侍女，古代侍女插在头上的那个。古代侍女插在头发上的发簪，对，拿去哪里啊？好，下一位，王纯一小朋友，我看你有多会讲，我们要不一样的答案，好不好？李贝，这只有一只吗？你忙你的，只有一只，可不可以让它变两只？不行。你毁了吧？巧了吧？好。开始，哎呦，好痒哦，谁在想我呢？或者是洗完头之后，啊，耳朵好湿哦。棉花棒，棉花棒的头比例稍微小了一点吧，棉花棒可以吗？不过嘛，好，再一个，那个，今天非常各位能够来到这个盛大的演奏厅，我身为一个指挥师，为各位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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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是不是纸飞棒？纸飞棒，好，谢谢。对，还好你贡献了一些啊。你了？我都不知道你们会过关。所以最后一遍，最后一遍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最后一遍，已经睡着了吗？我们徐奶奶已经睡着。声音这么大，可以睡一下。这位高贵的少女。哦。就是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啊，非常的可。老板，给我一杯珍珠奶茶，谢谢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珍珠卡住了，卡到珍珠是吧？吸到珍珠吸不进来是吧？对，它太大颗，精彩，一流。你确定前面没有人表演过？这么简单的东西，比前面没有人表演过。我也想不到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个答案。真的想得很棒，说真的，卡到珍珠的吸管，对对对，恭喜！要有自信嘛，讲得很好，来，这已经睡过一觉了，眼睛都已经红了，你看。
好，很厉害，那个很厉害。那你当一个那个？怎么会干嘛？要我干嘛？当柜台，那个时候在吊唁那个也是啊，这是柜台的，柜台过。好，柜台，好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，先生，哦，不开桌了，哦，那个两个小时，开一桌，帮你开一桌，开一桌了，哦，两个小时，对，这是网咖的，不，这是那个撞球场，撞球场，快点啦，我等不耐烦了啦，好，哎，徐大哥，哎，已经开好了，啊，谢谢，哎，就这一桌，哎，哦，这桌，请慢打，好，谢谢，慢掉。等一下，睡，真的，大家都慢动作，击球瞬间，击球的瞬间，球杆击到球杆上，球杆上。那你要不要一个击球瞬间的表情要一起出来啊？预备，击球，准备要击到这颗球 ，nine ball， 然后 pause 停。恭喜！耶，还不错哎。击球的瞬间。南哥换你喽。你又是最后一个，前面还不错哦。好嘞。你睡着了对不对？这不就是你们用的？你不要跟前面一样啊。不可能一样的，因为我都听过他们刚刚前面的每一个人刚刚在三十秒的时候说出的。这个东西很简单。简单。在当我们去登山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山难。这时候呢，又碰到了狂风暴雨，几天几夜。这个时候呢，四下无人，三人救难大队也找不到我们。这时候已经挨了三天三夜了，没有的吃，没有的喝，没有的水喝，没有食物可以吃。这时候已经弹尽援绝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身上还好，最后的一个火柴盒。我为了求生，为了取暖，这时候我找到很多树枝，我在那边准备求暖的时候，打开我的火柴盒，糟糕，就剩下这么一根了。就这么一个火柴哦，想到火柴啊，所以我这火柴，我这一画下去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把这火生着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可能就在这边，在音讯全无、别人找不到的情况之下，我可能这边吃不到东西，喝不到东西，我可能就死在这山里面，变成一堆枯骨了。对，我的妈呀！所以这一画相当的重要，太重要，好重要的火柴，请求。就这时候下雨了，啪，全死。当我在这一画的时候，火着了，火着了，下大雨了，啪。所以这个是，是我一生的时候，木材死了。所以这是火柴棒。所以非常厉害的演讲，恭喜！要不换个答案？不要！确定？恭喜姚晨！